118公斤。我觉得他腿长跟肩膀，还有嘞，肩膀，还有嘞。他手臂线条还不错，而且重点是他看起来就应该会是个帅哥。而且他很优秀的是，他是上身好，腿又细，脸又小。等一下，好。哦喜欢你自己的哪里？是背的。背啊。背后。为什么？我真的很帅。sexy。动一下你的背。他这个这么的有兴趣，他说是一个寺庙里面旁边不是有两个那个门神吗？门神，他一个是左边，一个是右边，他那哥哥各秀一个。没有胸子，你胸在哪？好矮哟！澳洲代表，台湾代表。哎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哎，对，你这个哎，这么而且几乎从头到脚都完胜，你看他们没有。玉林哥，看腿长。你看，你要是这样。看腿长，你看这个的腿有多长？钟明哥，你对他的身材有什么看法？不要乱动，看起来很挑衅，看起来很挑衅。等你到我这个年纪，你就知道。